三字接龙挑战规则，成员需接力回答出指定三字词语，每人只能说出一个字，答对后第四个轮另起一个新词，依次顺延，直到有人出错为止，出错的人将接受惩罚。是共享大脑啊。好，惩罚是什么惩罚？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请上惩罚道具。我的妈！嗨，就这互射啊。哦，你无法给男孩拿这东西，拿到手上就已经开战了。还没开始呢，还没开始呢，还没开始呢。你砸我张云奇，砸我张云奇。幼稚。不能再玩下去了，朋友们，来吧，来吧，来吧。那我们开始了，请说出三个字的食物名。鲍鱼汤好也算吧，鸡肉好吃。零零什么土土？对啊，零。凭什么？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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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鼠啊！马铃薯！马铃薯！他特别委屈，土凭鼠啊！土凭什么？是是土豆土。三个字的食物名。蒸排骨烧鸡饱。可以可以吧。烤羊羔蛇。羊羔蛇蛇蛇。你就故意整一解是吧？蛇蛇怎么菜？是蛇。你说出来一个。你说蛇怎么？你说一个蛇肉饱啊。蛇什么？蛇肉蟹肉堡就算了，蟹肉堡，蛇肉堡，第一个字蛇就居心叵测。我们可以换四个字。你三个字都没玩明白，还敢玩四个字？谢谢。三个字的电视剧。甄嬛传。我爱你。好，可以可以。有有有。七游戏水火传红楼梦三国演演三国。我疯了，《三国志》这个游戏三次有《三国演》结束了也。三国演，二害得我把义字说出来，说出来你就完了，还好没说，马上死。我们继续，三个字的食物名。好紧张，在后面。好紧张。食物名是吧？面哥子。迪哥，我不想坐在你的后面，我总是输在你的脚下。你要不要在他那？你可以换个位啊。老强哥，我觉得更无解。换个位吧。换位。换位，你过去吧。随便。我还在这吧。我找一个，我找好。我在林哥后面，我怕蛇，我知道吗？你帮我垫，你帮我垫一个。小八，最后给老头姐换个位。来吧，没关系。来，往那边踹，往门后。三个字的美食。叉烧包烧麦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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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以，还可以，继续，继续，还红烧肉火锅面，哇，这个可以啊，面条汤，烤这个好，豆腐乳煮牛腩烧烤。烧烤鱼烧烤鱼没有烧烤的烧和
其实宝哥也有点过分，就是这局烧烤已经烧烤都结束了。三个字的蔬菜名，大香菜。大香菜，大香，怎么大香菜咋了？香菜比较大嘛，对了 ，OK 了。我第一个字送出宝哥，只要主张陈哥。野。还有这个野蘑菇，可以可以。再来一个，还是我是吧？三个字的演员名。嗯。赵。李能。李。佳。齐。他们两个就是赵李佳齐。刘。诗。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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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华。郑文卓。李小龙。毛阿明。猫哥，你终于要被喷了，没演过戏了。我们以李晨哥的眉毛彻底不见为结束。好，那我们继续，我们换一个字稍微多一点的，从宝哥开始吧。宝哥过得去吗？请说出五个字的一句诗。太简单了，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他不给我们留机会，我根本忍不了。你一个人把我们的活全干了，是吧？那你说一个字，就说一个字，给我们留四个字行吗？留四个字，能给我们留四个字吗？还是从宝哥开始，五个字的一句诗：床、田、明、月、光、离、是、地、上、霜、菊、头、高、明、月、低、桃、枯、香。锄禾日当。五二为什么走啊下谁知杭州参李杰行为什么他会的两首诗在一个游戏里用完了，他想说发现字不够，他不给我，这个游戏有 bug， 他是永远一个说那个诗的人考他自己。床田明月光锄禾日当午，知道吗？为什么每次都到我这儿？宝哥，为什么每次都压力都在？可以选择换名啊，那边放远的吧，你换杨迪，你可以等醉酒。啊，三，来，我再说呢。好，从宝哥那开始。我有点担忧。位置感。我有点担忧。别担心，放心吧。让你也尝尝我刚才的滋味。来，别说这么排斥啊。请说出王宝强的三个字的优点。能力强长的帅高本大人义棒狠聪明唱的棒翻歌高练武术各字壮壮你们就舍不得说一句实话，年轻人输在了对前辈的这个敬畏。对对对对，三个字，陈哲远最喜欢做的事。爱吃肉 yes 爱喝汤爱玩水 yes 爱睡觉爱装比如说，请说出三个字的电视剧，每人只能说一个字啊、哦。说，是这样的。对你大，我知道，就等于说你们要共享大的。啊，说三个你就必须是说，你只能说一个字。你说西，他们就要想你说的是不是《西游记》《人世间》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很简单，这个游戏很简单。那就算几个字。我接在宝强哥后面，我有点慌。别着急。我在宝强哥前面，我也有点慌。别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一桶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最喜欢的演员周星驰，耶。三个字的山峰，陆卓峰，哎，可以。最想去的地方，新马牙。
啊，不是你，跟你没关系。而且你牙是什么东西的？跟我没关系啊，没那我。就算跟你有关系，牙是什么？新马牙是哪里啊？那没办法，又重新来了。徐峥的好朋友有谁？黄渤。哎呀！答案也错了，要三个字。你说王宝强不就完了吗？不是三个字吗？游戏结束。甚至玩了两轮以后，坐在这儿，黄渤。我就问你，你不认可黄渤是你好友吗？不是，你是不认可黄渤？王渤当然是我好朋友。反打一耙。他说三个吧，我才说了一个。三个字，这个是三个字，不是三个人名。我们是玩三个字的游戏，你明白了吗？就一直都是三个字是吧？对，一直都是三个字。那你说清楚，我以为是三个朋友。哎，你第二个准备说谁？第二个准备说谁？你还有谁？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从真哥开始，然后从宝宝这边，王宝强的好朋友有谁？真。徐真徐是谁呀、啊？他的外号不是为什么从这一个字呢？你为什么只说一个字？好奇怪，给他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就是你说我说真，你说子，我说丹，所以这个人就是甄子丹，你知道吗？你不是跟我玩了两轮了吗？我知道了，知道，我终于明白了。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从宝强哥这儿他打头，如果他过不去，我们就没必要再猜了。对，因为从两头来到这儿也很难受。你打头，我们传完以后，你收个尾，过了就过了，是吧？对你过了，一切都好了，好吗？三个字的甜品，甜品啊，蛋，烘，糕。三个字的职业，礼仪师。三个字的电影，李小家，理想家。哎，可以。三个字的演员，王宝强。这三个字的历史人物，王宝强。已经成为历史了。不要这样，人干。真哥的好朋友不知道。可以。三个字的歌曲，夜来香。可以。三个字的甜品，萝卜。沈远刚刚跟宝强哥一样了，一口气说俩字，你干嘛呢？我收不住口。萝卜，加一点苦瓜，加几个就好。没事，多加点，没事。